各位乡亲，早安！欢迎收看今仔日《五月七三》，恭喜大家大爷在起新闻，我是康兴祖。今一开始，咱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五月七一的事已经解散啦。昨暗是举办感恩的表扬晚会，由总统蔡英文亲身颁奖，予疫情期间对抗疫情有功劳的各行各业。严格桃园市的空服员职业工会，还有技术工会，拢拒绝参加。另外，台积电嘛无到位。就拿到英文礼物拜祭，希望永远拢存在，代表挺过困难的疫情。除了拜礼以外，晚会开始进行，也为19000多位不幸确诊确诊的个人悲哀。总统蔡英文代表政府致哀，也感谢各行各业对防疫的付出。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说也说不完。想表达心中的感谢，也永远说不够。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台湾有你们真好，台湾挺下来了，而且被称为是乱世中的福地，还拼出最好的成绩。陈时中叫大家戴口罩，我叫大家脱口罩。疫情期间重要的角色都有来参加，受邀参加的职类有57种，但是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加技术工会拒绝参加。其中空服员职业工会强调，疫情期间承受的污名化，甲被剥夺的人权，未当用颁奖抵消。对此，前指挥官王必胜表示，感谢技术人员的贡献。严国英职业的特殊性，防疫边境管制较特别、较委屈。之前民航局活动时阵就甲因会失礼过，但是两公爱给沟通。每一个行业在这个过程之中都有被限制，都有一些伤害，心理上的有相当多的一个感受。好，不过我想以后应该大家多沟通。另外，仪表观众单位包括鸿海、台积电加组织三单位都有受邀请。鸿海加组织有派代表来参加，不过台积电是无派代表来。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解散啦，也毋过即马咱的疫情敢哪亲像搁咧压。疾管署是公布最近一礼拜平均一天是新增加114个中重症，这是比之前拢伫100例以下有加出一声歌。疾管署嘛估计讲5、6月啊有可能会搁小可流行。另外，当下病毒病例数嘛加真济，啊那后礼拜开始有可能就会进入流行期，家长爱特别细致。疫情指挥中心才多改编，新冠疫情又搁压起来。疾管署公布最近七天平均每一天新增加114例新冠本土中重症病例，最近三礼拜有较侪。死亡平均每一天新增加12例，甲改编前同款。疾管署提醒，新冠疫情有慢慢升温的趋势，5月到6月会小可流行。这一波因为增加的不快，所以也不会太快结束，预估大概整个5月到6月底都有可能会持续的上升，那看是不是到7月初的时候会有机会可以反转。那预防新冠等下病毒也要进入流行期，顶礼拜新增加一个等下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的病例，是东部一岁的查甫囡仔，经过检验了后确认感染乙型病毒21型，后加在治好已经出院。疾管署提醒，今年国内等下病毒是真侪型做回来，虽然囡仔中学感染的机会高，家长要提高警觉。多型别的流行，大概对于家长来讲，比较常会遇到，就是说小朋友重复感染到不同肠病毒的型别，然后都出现肠病毒的症状，所以这一波里面，如果今年已经得过肠病毒的小朋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另外，顶礼拜流感重症也增加13例，年纪伫7岁至80多岁，其中11例无注本季流感疫苗。但是教导组是新增加12例本土病例，累计国内教导组已经有64例，包括55例本土、9例境外。疾管署紧急增加各月20000罐教导组疫苗，差不多60000份，预定5月中就会到货。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澳洲昆士兰大学的学生小蕊，那亲像是在咱台湾无细致去食着鸟鼠药啊，伊的家属有安排医疗专机伫拄只透早时已经起飞，要甲伊送转去澳洲治疗。救护车伫到透早4点外，载一个澳洲的学生到桃园机场，通过安检甲确认，原本是按算早起7点的时要起飞飞行机，是伫早起6点外就已经起飞啊。
这个二十岁的澳洲的学生小队等一下无洗之气，伊咱台湾食着鸟鼠药啊，被北医带因治疗。伊家属就本地网络顶头是指控咱台湾的小食大害的，害因囝去食着鸟鼠药啊。要过即马这指控拢已经被网络顶头提掉啊。嘛伫因为伊嘛伫咱台湾有收到400多万的募款，即马网络的内容是变作讲感谢咱台湾捐钱嘛，感谢病医救因囝。继续关心其他的消息，这是美国太平洋陆战队替我苏联罗德，也个有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平，个有25名美国的军徽商组代表团来咱台湾访问。昨昏是拜访国防院，今仔日会参加国防产业论坛。学者是分析讲，双边有可能会针对无人机、精准弹药这部分交换意见。这架游览车载真侪阿托啊！初二早起去国防安全研究院，由美国太平洋陆战队退役司令罗德、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平率领的军徽商代表团去国防院跟学者交换意见。俄乌战争这个需量增加，所以重新到台湾来，我想这个对于就是满足台湾的国防，还有就是经济的发展，会有很好的效益。代表团初二到台湾，参访台湾进行新启用的太空科学园区，针对太空发射、卫星事业，制造一条美金的规模。国内航太业者有信心在供应链扮演重要角色。We are here. We will continue to be here. We will continue to be friends with Taiwa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in the future. 代表团初三会出席国防产业论坛，马恩生会拜会中科院，针对中科院打造台版弹簧岛无人机。美国生产元首陈宏岛的航务环境公司，这届嘛有做伙来台湾，双方可能会做意见的交流。学者分析，美国代表团视察中科院，会看中科院生产的量能，评估什么产品会当交予中科院来研发生产。不过有立委认为讲，军火商来台湾是要卖武器，要甲台湾打造做军火库，不是来卖武器的。那他们是来这个选择合作的供应厂商。那么台湾具有很好的制造基础，连蔡英文总统都得来见这些军火商的话，那真的不知道我们又有多少纳税人的钱要被拿去采购军火。英国毛军火商访问台湾跟行政单位见面的地，立委王定武讲，全球武器装备需求较侪过供应，美国来台湾找出会当信任的合作同伴。苏志芬讲，即马是台湾争取拍入美国军工供应链的好机会。记者综合报道。现在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干那伫东半部、西半部山区有可能会落阵雨。咱同齐来看云图。今日早起各地拢感觉较凉，低温大约是21度至24度，啊那日时高温是19度至34度，啊那伫南部温度会较悬，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气象局早起毛针对台南、高雄、甲屏东发布高温的特报。明仔载同款是好天烧热的天气，会一直到拜六，才有一波黄酸雨的方面会挖进咱台湾，北部会变天，而且会开始落阵雨。政治消息来关心，在争取国民党总统提名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是一直在走基层，伊有提出讲要伫高雄的半屏山去核电厂的一个建议，不过是随引起外界批评。环保团体嘛批评讲，半屏山遐是挖断层，这是高风险的区域，根本就不适合去核电厂。面对这争议，郭台铭嘛已经赶紧回击了。我做了一些不当的表述。甲高雄人回击的国民党总统热门提名人选之一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初二下晡到南洋票证之一的中央国宝社区举办座谈会，针对前一天半屏山去核电厂不当辟入，正在该回击的，该说只是积累解决欠电可能的方法。如果说现在小型的能源面积体积只有十分之一，又很安全，是不是每个县市自己搞一个？安全的核融合的电厂。看二条讲话，因为失言，郭台铭谨慎讲话，讲台湾要发展高科技产业，一定都要重新考虑中科核实，也加清洁能源的问题。不过，位置离干那五公里的半屏山去核电厂，当地居民无讲会使还是袂使。一定要有完善的观察。如果真的是现在是最佳设施是设核能，那就是必须要认的吧。因为地质的关系，半屏山也是国内重要的石灰矿区，因为无够挖，所以纳入寿山国家自然公园。官团提醒，半屏山挖金。
金基山甲小光山等站属高风险区，无符合起核电厂的标准，捏出问题对附近社区甲生态会造成危害。在这个半屏山的区域，如果距离旗山断层只有直线五公里的范围，根据美国核管会，他建议是八公里内有断层的地方都不应该新建任何的核电厂。核电议题引起各界讨论，郭台铭表示，后续要提出具体能源政策。为了争取国民党提名，郭台铭最近积极到地方访问。暗过前，立委柯建功、党主席朱立伦早就决定定调新北市长侯友宜，要提假民调来给大家看。郭台铭对这件代志冷静地讲，朱立伦是上想要赢2024大选的人，相信伊会希望推杀上强的人，会相信主席继续过来行基层。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载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面对中国通缉的威胁，咱台湾不时拢会传出强谍案，而且拢判真轻。根据国防院的统计，咱台湾抓到的军事间谍，平均被判刑是判18个月，大约是要关年半。啊，不过伫欧美国家是要关230个月，是要关19年，差17倍。继续关心中国时报，立法院伫昨昏三读通过修法，未来海巡人员伫生命受危害的时，嘛会当用枪，嘛会当开枪。伫海巡署长合理的判断之下，嘛会当用炮。不过有学者即马是自己讲，海委会已经超过总统的职权。继续关心联合报，嘉义县陈福祥八年前伫台北市西门町的五米停车场提枪断死两个人，经过五届伊拢被判死刑，也毋过最高法院认为被告毋是有谋犯案，所以伫昨昏撤销死刑，改判无期徒刑确定。来关心代替日出日。二七二处自强号伫昨昏伫铁吉路竟然去弄到瓦斯桶，这是造成往北的车帮万分。代替即马有坦白讲，顺铁吉路的工课，因一礼拜用走路的是顺一届，啊那其他的六届，因拢是对车去顺的。专家是认为讲，用走的去顺铁吉路，这是逐天拢爱做的工课，甚至嘛建议代替爱引进自动化的监测系统，安尼才会当避免事故发生。看代替自强号弄到瓦斯桶的现场，外界质疑是安怎瓦斯桶落雷无人发现，刚刚是代替的螺丝零件。至于说可能会有人有疑问说，那不是会有这个频道旁边不是会都有警卫吗？那我们就要看说，第一时间这个钢瓶掉落的时候，是不是人民有及时的发现？因为它如果滑落的地方是已经往轨道边的话，其实不见得我们在旁边的人员是可以马上发现。代替讲，这间加速桶落雷的路段是每礼拜至拜一透早用行的巡查，不过因为拄到拜一五一劳动节，才会把时间调整到拜二至拜三的透早来巡。平常时代替顺铁吉路流行用行的巡查是每礼拜一天，若是对车巡查是每礼拜六天。不过专家认为，用行的顺铁吉路要逐天做，唔只袂好行车的安全拍折。如果你严格最低的标准的话，应该是每天都要巡轨嘛，尤其是在干线，对不对？但是现在办不到，对，那我们也不能再追究下去了。人手不够啊，万一这个人工休息哈，难道发生事故的话，它的影响是更严重。怎样引进自动化系统也是相当必要的。专家建议代替顺铁吉路，除了可能讲嘛引进自动化系统，两项做伙做，才当提升行车安全。看代替伫家人的铁吉路，除了边高道有人伫指挥，附近居民嘛定定看到代替人员伫顺铁吉路。有啦，有定期保养的，旧了来维修啊，还有捡那些树叶都有在捡。因为我发生普悠玛事故，代替有推出铁路行车安全改善计划，办理改善山坪。目前有关山坪全自动化监测，已经在全台湾37位建立工地监测仪器，在今年2月完工，希望透过这套监测系统，避免发生铁路有物件掉落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啊，那桃园的黄金人报道。国际新闻镜头来澳洲，来关心澳洲即马是提出10年来上大规模婚害防治改革。因伫昨昏对外宣布，因要全面禁止俄罗斯的电子婚。伫澳洲即马青少年使俄罗斯的电子婚的情形愈来愈多，所以政府即马准备要出动手控制。You go by a school during lunch hour now, and it's hard to see a kid who isn't bathed.澳洲政府谴责婚丧业者，把电子婚、加棒棒糖、还有巧克力做伙放伫咧囝仔顶卖，使电子婚即马伫咧中学是正头疼的问题，就连伫小学也正普遍。
薰草业者用治疗性产品要帮助食薰的人改薰为名，卖予各个政府甲社区，毋是娱乐性产品，也无适合囡仔。因过即马煞变做执行，对囡仔健康造成伤害。Wrapped it in shiny packaging, added sweet flavors to create a new generation of nicotine addicts. Young vapers are three times as likely to take up smoking, so it is no wonder.That under 25s are the only cohort in our population that are seeing smoking rates actually increase. 欧洲将会伫咧未来三年内，每年甲薰草的销售税提悬5%。欧洲有一挂薰的价钱是全世界上贵的，一包25G的薰要50澳洲币，差不多是台票1026。另外一个问题是乌市正猖獗，政府也正全力伫咧控制。伫咧澳洲，若是无医生开的药单去买电子薰是违法的。严格实际情形是，四季最近的便利超商拢买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法国因为要甲退休的年纪延后，引起法国是大罢工甲抗议。国会会议劳动节即天是抗议甲高卡食力高卡严重。即天伫全法国主要的城市拢有人行上街头示威，而且民众拢真激动，甲公共卡达车甚至是点头政府。部门拢放火烧，毛人对警察扔汽油弹，害警察身躯着火。法国的内政部是表示，当天有800,000人行上街头，严格工会表示，唔呐，上无有230,000人上街头表达不满。汽油弹直接伫顶部队伍内底爆炸，有几多个警察未赴封闭，远近身躯着火伫涂骹顶。法国五一劳动节的气氛真激烈。反年届民众伫全法国四界抗议，有部分人的情绪失控，用汽油弹、炮啊、甲棍啊攻击警察。车路的铁马嘛，互人拖去路中燃烧，嘛有铁马的停靠站煞互人放火，火马窜到附近的建筑，现场规个拢烧起。法国初一搁再发生反年届示威，包括首都巴黎、里昂、南特这些大城，拢有几落万的民众上街头，敢若巴黎就有11,000人示威。Ah, mais la suite, tant que la réforme ne sera pas retirée, on continuera. Donc voilà. Moi, je suis plus déterminé que jamais. Macron, 4 ans s'il faut, bah 4 ans, on y va. Pas de problème, je suis là. Et on sera encore nombreux à être là.这是全法国主要8个工会头一届联合做会示威。法国内政部估计，初一天至少有800,000人抗议。工会是表示，全法国至少有230,000人上街头。这些民众伫街路甲警方对立，和各大城拢正乱。法国内政部是讲，初一这天拢总抓到将近300人，超过100外员警受伤。马克宏推送年金改革引起真大的反对，尤其是动用宪法法条，无经过下议院投票就直接通过新法，把退休年纪为62岁提高到64岁，才会引起社会不满。虽然马克宏内阁国会的无信任投票后果再无过，宪法法院嘛裁定延后退休符合宪法，不过马克宏个人甲政府的形象受到重伤，支持度大幅度降低。公司新闻7万零编译。巴西总统卢拉上台了后，就讲伊要处理亚诺马米族的保留区内底非法挖金的一个活动。也不过双方自今年1月份开始，关系是愈来愈紧张。加上顶个月一个月时，阁有发生武装冲突，过程中有造成一个原住民甲4个非法的工人不幸过亡。在巴西北部罗赖马州的亚诺马米原住民领地，是巴西面积上大的原住民保留区。当地一直受到非法采矿者的入侵，非法采矿使用的水源造成的水污染，影响原住民社区的食品安全和供应。地区几百个囡仔和老人，在过去这4年来，因为营养不良和心血管相关的疾病来死亡。左派总统罗拉上台以来，一直真拍拼处理非法采矿的行为。原住民部的资料指出，入侵保留区超过20,000的采矿工人，差不多80%都已经被赶出去了。不过，村内还是大阵的在抵抗。经过月二九的武装冲突事件，造成一个原住民，还有至少4个非法的矿工不幸死亡。原住民部的部长瓜哈哈拉，隔天刚召开记者会，讲绝对袂容忍犯罪的行为，会更加拍拼，把非法的矿工赶出保留区，无排除会派出武装部队来做处理。Agora, o Estado não pode insistir em permanecer, apoiar ou incentivar a presença, a permanência desses garimpeiros no território Yanomami, porque acho que o Estado não pode ter como principal atividade econômica.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镜头来去英国，英国的国王查尔斯三世五月七日，临边就要举办加冕仪式啊。有一时者即卖已经提早伫北京汉汉宫外口等，要见证历史。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年九月过身了，担任王都七十年的查尔斯三世继任国王，象征性的加冕仪式将会在五月七日进行。有王室的在北京汉宫外口大步旁排队。It's one of a lifetime seeing the coronation, and I'm very grateful to be here. And God save the king and all the royal family always. God save the king. I mean, it's been practicing for so long, hasn't it, really? So yes, I think he'll be a good king.王室也展示加冕仪式要穿的珍贵服装。查尔斯国王迄天会穿有一两百年历史的传统服装，首先是1912年乔治五世加冕典礼制作的黄金长袍，顶头有正油的金刚赤袖，外口还阁会换一领帝国的大袍，这是1821年为乔治四世国王所制作的。So both the super tunica and the imperial mantle were last worn at the coronation of Queen Elizabeth II on the 2nd of June 1953, so they haven't been worn for 70 years. 英国在金光闪闪的加冕仪式了，等待查尔斯国王的是各种困难的挑战。有分析说，查尔斯国王过去对气候变迁和农业都很关心，英国王室毕竟是象征性的，所以以后政府若是再大量使用石化燃料，他也无再料管。而且查尔斯很爱对各种议题发表他的看法，这跟伊丽莎白二世政治中立路线无同，专家认为安尼真冒险。You know, we very rarely heard the Queen's opinion on anything, over the 70 years, and I think that was on purpose, and I think it was very effective. You know, she never spoke for the institution in various ways, and it also meant people could put whatever they wanted onto her.有分析说，已经过身的伊丽莎白二世已经都是王室人气相关的代表人物，伊过身了，民众对王室的支持度正在下降，这也是查尔斯国王加卡米拉王后，甚至是威廉王子加凯特王妃所带来遇到的上大难题。公司新闻但有评评议，今天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事情，跟乡亲我们同齐来看世界。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加冕仪式在举办啊！伦敦的警方有抓到一个查甫人，对北京汉宫等枪支加武器，嘛在伊的身躯顶有敲出一支弹啊！来关心联合国是表示，苏丹的内战已经造成超过330,000人有路无处，而且超过100,000人遭去隔壁的国家避难。南苏丹的外交部今仔日表示，经过南苏丹的总统和两边通电话了后，双方即马同意对五月七日开始要停火，会停一礼拜。继续关心美国的国防邮报有报告，美国的空军已经替咱台湾的国防部向加州的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驻门四架 MQ-9B 无人机，合约顶悬的价数是美金2亿1760万。继续关心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去美国访问，有跟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举办会谈，而且双方也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也说台海和平是全世界安全繁荣重要要素。双方也强调要维护南海航行的自由权。外界认为菲律宾是要跟美国团结对抗中国。What is your message to China?去访问到这届行程是要带予中国什么款的信息？伊敢若笑笑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访问华府，第一次伊甲美国总统拜登展开会谈，这嘛是菲律宾领导人十年来头一届访问白宫。双方会后虽然无召开记者会，不过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讲以后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讲这是全球安全繁荣真重要的元素，嘛强调在南海航行自由的坚定承诺。The United States also remains ironclad in our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the Philippines, inclu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Philippine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goals. To strengthen and to redefine th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and the roles that we play in the face of those rising tensions that we see now.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Asia Pacific and Indo-Pacific. 小马可是一直强调讲，现在是的印太地区是目前全世界上界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有必要找到方法来强化东盘关系。这届会谈展现美菲团结，有想要甲中国传达美国真拍拼甲附近的盟友合作。而且在小马可是访问美国之前，有一只中国海警船在南海甲一只菲律宾的巡逻艇砸落来。
地数这两架船是险险啊烧浪，引起中非紧张的情势。China Coast Guard 5201, this is Philippine Coast Guard vessel. 路透社指出，这些菲律宾人对中国在南海的举动是感觉真失望，愈来愈支持对北京的态度大打抗议的。小马可是马威英国前总统杜特地亲中的路线，转向是靠我美国。最近中国对美非防务关系发展是愈来愈无客气。中国驻菲大使吴克仁，中国国国批评菲律宾无应该支持台湾独立，去用看作是一种威胁，也想要干涉台海事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前总统陈水扁的后生陈志忠，因为涉嫌案被判刑判一等确定，五月十一的时就要被抓去关，而且袂使阁参选。陈水扁在昨昏下晡就行到总统府头前交请愿书，强调涉嫌防制法是本意，是要防止人涉嫌，毋是要防止人参选。总统府是表示，已经把请愿书交予秘书长林佳龙。若法案的问题是尊重立法院的立法，司法的问题尊重司法的判决。自从关押到总统府头前递交请愿书，前总统陈水扁的后生民进党高雄市议员陈志忠，因为涉嫌案被判刑已确定，十月一号将会立案服刑。对此，陈水扁强调，伊重返街道是为了要行使这些人第一遍的请愿权，讲涉嫌防制法立法的意志是为了要防制涉嫌，不是防制参选。伫这么完全误会当作的立法宗旨，那无讲精神不合，也违反比例原则。这样对吗？这样合理吗？难道我们更生保护是假的吗？是不是处的工钱废掉，更生保护也废掉，不要再自欺欺人。陈水扁亲自向总统府行政院跟立法院党团提请愿，也进一步讲，这卖涉嫌防制法是2005年以年代三度通过法案，不过迄当阵时间较短，内容包山包海，拢是倒倒起来。涉嫌防制变作参政防制、参政特权，有真大的问题，要进一步了解。民进党在地方选举显得不理想，前后20天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选办法修正案。而且还是抄总统、副总统选罢法，那么草率，难免失利不足。对这边请愿是不是违反保法就医的规定？台中刚阿公已经派人去现场了解。对，我们有派一名同仁上去做采证，了解他的一些言行啊，还是要等我们这个人回来之后才能做一个判断。针对陈水扁请愿的代志，总统府也做回应，接受请愿书了，第一时间就交予林佳龙秘书长。伊讲，陈前总统关心的相关法案已经伫咧立法院审查，总统府尊重立法院的议事甲讨论，也若关乎司法的个案，总统府以上的立场是尊重司法，无评论也无涉及司法的个案。记者综合报道。电子大公司新兴电子和员工亚工，公司要求员工休无薪假，而且佫讲甲真好听，爱员工休假去追求梦想，去做想要做的代志。公司这边是表示讲，因为景气歹，公司确实有鼓励员工爱休假，但佫嘛强调一切拢有符合规定，并无强迫员工爱配合。劳动部表示，因会请通知劳动局去做劳动检查。五一劳动节，正在劳团上街头争取劳动权益。劳动部也公布上新的无薪假统计，有超过2100间事业单位实施无薪假，人数要到16000人。不过，电子大厂新兴电子在劳动节作何员工逼讲，要求员工放无薪水的愿望假。我可以说，你的特休要拿来抵哦，来排上我这个不需要工时的这个时间，叫你强制休假，更不要去想一些奇奇怪怪的名目。哦，什么圆梦假这样的奇奇怪怪的名目都不是正途。劳动部强调，已经请通知劳动局去了解，若是涉及强迫休假，或者是变相要求无薪水休假，就是违法。对此，行政解释，因为近期摆公司确实有伫咧上休假的活动，员工有需要较侪工回乡的需求，才提出这个计划，拢有符合法规，无强迫员工爱配合。工呢，他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来安排这些假。圆梦假这一块呢，它是我们的劳保健保年资其实是延续，跟一般你说去要员工去办什么流体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啦，之前其他的话可能就会说什么
额外休假，这名目会很多。当然我们会希望说，就是你实际上就是无薪，你就去认真面对说，那我们如何就是不要让员工真的都没有薪水。罗团表示，最近因为疫情真多产业营运困难，员工只好放无薪假，重点是一定要跟员工协商沟通，不然强迫，那不就是违反。劳动部是强调，产业若是有困难，有需要减班休困，就要通报，亲像安心就业等计划，就能协助劳工甲产业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警方的统计，台北捷运对去年到今年三月中，牵涉性骚扰、骗术的相关案件已经有50多件，其中有一个自告会无透露姓柯的查甫人，涉嫌在捷运大安站，也有信义安和站，7分钟内连续去摸2个小姐胸坎，这查甫人被抓到后有性侵犯罪，法院嘛已经判决。对监视器看到一个女性走出车厢，后边一个查甫人跟进。这个查甫人把对方压在涂骹，伸手摸伊胸坎，要随躲走。短短3小时内，于辖区通安街与临江街口，经眼尖远景发现疑似可疑对象，旋即上前盘查，迅速查获该名许姓犯嫌。经过调查，29岁姓柯的查甫人无透露有妨害性自主等前科，7分钟内连续犯2件摸人胸坎的案件，时间8:57。而且经过大安站，伊伫车厢内先帮一位受害者胸坎，9:04伫咧信义安和站月台顶，佮另外一个被害人因倒伫咧涂骹摸人个胸坎。法院虽然认定伊是一时冲动犯案，也是依照强制猥亵罪加性骚扰防治法，分别判有期徒刑8个月加2个月。警方统计，台北这款性骚扰案件自去年到今年三月中有55件。看起来他是冲动型的，对他来讲有特别性意涵的，这个足以来触犯他的时候，那原来一个小小的东西就会被他内在不断这样去思考，这样就膨大了啊，膨胀了。为什么在公共场所侵犯别人？学者分析，可能跟生活经验有关系。除了过去错误的学习，出现性偏差的观念，无法度分析虚拟世界或者是现实世界，一个社交技巧无够等问题，拢容易造成这种冲动型的性格。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关心，顶日啊，有民众伫花莲的稻溪部落一搭地方内底，发现一只台湾乌熊掉伫陷阱。花莲的林管处接到通报了后，赶紧去救，发现这只乌熊的倒手的手掌已经无血会死，要赶紧剁掉才避免感染。而且即马已经赶紧把这只乌熊送去东部的救伤中心，要甲治疗，观察伊的状况。这只未叮当的台湾乌熊。出现伫咧近海拔的地方啊，内面唔知钓伫只偌久啊。兽医到现场了，先来麻醉做初步的检查，发现是两岁左右已经成年的公熊，重58公斤，有小寡脱水。那发现的时候呢，因为它的左前掌是受伤的，有两最外面的2根手指头是受伤的，那第4只手指头呢是坏死的状况，所以呢当场就兽医师决定就是截肢。乌熊倒边前脚的脚盘，因为和更少的痕迹缩掉，第4只指头已经严重坏死，兽医赶紧伫咧现场就给切断，以便感染扩大。7个大三波人最近跟这只被麻醉乌熊，要送东部救伤中心。那这是第二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呢也一样是由农民主动通报之后积极协助黑熊的救伤，所以其实这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表示黑熊的保育呢逐渐受到大家的重视。林管处说，若是无细里去抓到或者是伤到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只要是通报协助救援，就未被追究责任，就怕说是有人挑工要抓乌熊。因对乌熊身躯顶摕来塑啊，已经送去保育总队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啊，那伫垦丁的国家公园内底生态是真丰富。最近是游客看到三级的保育类动物张水麻在摇粪扫桶，那亲像在找物件食。垦管处甲公所接到通报了后，即马已经赶紧先甲粪扫桶刷走。饮料的空杯啊，粪扫等到满世界，张水麻就伫个粪扫堆内底，偷咧咧伫闻物件，敢那伫找物件食。为什么都是垃圾？垦丁游客最近看到三级保育类动物张水麻出现伫粪扫主车附近，这是恒春镇公所为着偏远地区设的粪扫集中处。等家庭粪扫乌白蛋、环境垃圾冲突的画面，就出现伫国家公园范围内底。保育类动物伫粪扫堆内底找食，予游客真贴心，促进垦丁观光保育的形象。
恒春政工所早已进行垃圾不落地政策，但在部分偏远地区的社区仍设有少数垃圾纸车，以方便居民收集垃圾。但是有时候垃圾量多，会溢出纸车而发生野生动物在垃圾桶附近觅食的状况。初二透早现场的垃圾主车已经刷走，学者也提醒吃到垃圾恐怕对野生动物造成伤害。人类的这个食物残渣，比如说甜分太高或盐分太高，当然对野生动物本身本来就不好。那再来就是他们可能会误食一些这个塑胶垃圾，那万一造成一些肠道的阻塞，那当然也是会致命。去年才因为大家生啊讲嘴来吃的画面出现伫国际期刊的脏水肉，除了金马类，包括螺啊，还是大型的螳螂吃。原本主要生活伫郊区，还是溪流附近，对南到北拢有，但今年煞不时出现伫市区，即马搁伫垃圾堆内底找食，到底是因为栖地被破坏，还是族群变大造成食物欠缺？学者认为恐惊都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研究。记者陈凡武、柯正准冰冻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农委会，主本是讲要修动保法，规定未来夜市也袂使呼吸啊。按个是引起济济不满的声音了后，即马政策有大转变，是讲未来夜市啊，那是算游戏换充，袂使换充物鸟鸡啊，也个兔啊，即食灵类的动物尔。呼吸啊，水族类的即马是无伫管制范围内。要么动保团体呼吁政府，赶快嘛是爱定出呼吸啊一款限期，未来应该爱全面禁止。去夜市啊，呼吸啊是真侪人囡仔时代记忆。不过呼吸啊除了趣味，呼到炸上去了后，水族馆的业者看到的是后续饲鱼的问题。家里只有一个消炼盆，它只有装水，鱼都很大只，水只有一点点，也没有任何的过滤设备，鱼很容易缺氧。农委会顶一带一个修正动物保护法草案，禁止夜市啊的贩啊替动物做内面。连呼吸啊嘛包括在内，这是引起夜市啊反来反弹。农委会建议政策是随便盘，干那先禁止夜市啊提宠物鸟鼠、兔啊这些家庭动物来做内面。以农委会原来的条文的设计吼，就是针对较高等的迄个脊椎动物，其他的动物的部分，那是咱的物种的部分哦，就要看咱社会有迄个共识无。政府本来拄着抗议，政策都改变，动物团体是感觉真失望。也批评夜市的贩啊，把动物当作内面，这个行为是把动物当作商品，不是当作生命的看待。这对囡仔来讲，等于是扭曲生命教育。咱安尼人吼，用迄个网啊吼，安尼去来捞的过程当中吼，鱼啊咧走来走去，闪来闪去，吼，咱感觉做好耍，但是对迄只鱼啊来讲，它就是备受压力吼，备受那个威胁吼，无形当中也会让我们的小孩子错以为这样戏弄动物是好的行为嘛。动物团体呼吁，就算政府干那先禁止食灵动物，不过嘛希望会当替水族类的动物定出相关的法令，辅导夜市的贩啊转型，唔通让生命变作是娱乐的奖赏品。记者林小凯台北采访报道。美食大卖场 Costco 卖的冷冻梅红验出有 A 肝的病 A 肝的病毒，小苏是讲按照食安法一定会甲业者罚。另外，卫生部长谢水源伫今仔日是阁证实讲 ，Costco 阁对别个所在无同所在有进口冷冻梅，同款有验出 A 肝的病毒，即马要暂停 Costco 冷冻梅进口。所以目前我们收证也差不多了，那目前他们正在做所谓陈述意见的程序，那食安法绝对可以开罚，可以开罚六万到两亿。美食大卖场让人检出卖的冷冻鱼有 A 肝病毒，是药师挂保证，政府绝对会使对业者开罚。再去有立委要求，是药师针对查检落架爱国较积极，也呼吁行政院消保会主动协助民众集体求偿。我们不排除啊、哦、来打团体诉讼，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跟两大消保团体有接触和联络。食安法第56条规定，消费者会使请求法院按照消费者受侵害的程度，向业者求偿500块到300万块。根据第44条，政府也通对业者处6万到2亿的行政罚。但是消基会指出，这款罚金上低的金额，老地板都上低，真恶对业者有警告的效果。通常实务上啊，不论是行政机关或者法院，罚款的部分其实都会离那个下限比较近。消基会建议，无论是行政法也是赔偿，老地板拢应该大幅度提悬。行政法建议为6万提悬到100万，赔偿的方面为500块提悬到10万块。那无啥人会为着500块去拍官司？有多少人会为了几百元的这个赔偿啊，
去打官司嘞？比方说最近判决确定的胖达人面包，每一位消费者可以获得的赔偿大概就数百元、数千元。虽然是有数公目前有是按基金，通帮助消费者打团体诉讼，但是消基会认为实际上通得到的金额真少，民间的消费者保护团体主管嘛无够，要举证真困难。消基会认为，但是会当由政府出面提起团体诉讼，要要求业者赔偿，可能会较简单。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在关心台南市现在处理垃圾的量能不够，每天都有450吨的垃圾没材料处理，有民意代表现在就要求要增加焚化炉，但是环保局是表示目前台南有两个焚化炉都在活化，按算民国115年可以完工，到时就可以有材料来处理这些垃圾，但也认为说要处理垃圾应该对源头垃圾减量才是重点。台南城西掩埋场内底一包一包粪扫，烧烧未完，只好先封起来，等日后才处理。台南市逐天的粪扫量大约1800吨，目前一天干有材料处理1350吨，逐天大概450吨伫遐咧蹲。有民代的要求加设焚化炉，毛人建议讲，归去找别县市来倒烧，安尼较紧。咱即摆拢打包，每日打包打包打包，打包免咯，放伫遐嘛，等于嘛是爱烧嘛，所以我是感觉起白爱起一个焚化炉。我想这是缓不济急的一件事情，应该是要加强去宣导垃圾的减少。事实上，台南市已经有找国管局来到处理这垃圾，一年大约3.5万吨，不过也是不够。环保局强调，目前城市焚化炉继续在改善，按算2026年，一年会当阁加处理10万吨的垃圾。现阶段是民众爱减少垃圾才是重点。那目前台南市已经在签约新建更新炉，依据115年可以完工。那我们本市的部分，来进行垃圾的打包。那预计在这段过程期间，如果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之后呢，在2015年之后，那我们的垃圾处理量呢，每年可以增加10万吨。无啊，即摆人捡的较少啊。哦，人捡的较少就对哦。因为讲吼，计少卖，那伊爱积个。啊，才箍啊，尔尔，我问伊啦，你要捡啊哪啦？就希望民众会当合法分类，不过现实就是回收的计少歹，民众无愿意回收。目前台南市无在条小的垃圾已经接到30万吨，恐惊要烧20年才会当烧掉。不过若讲搁要去焚化炉，又搁是大工程，短期内垃圾处理问题恐惊也是未解决。记者转报道。毒品害人，尤其最近这几冬，毒品的类型是愈来愈侪款，吃毒是一世人拢去了了。新竹县政府即马有举办反毒品的展览，是甲毒品画作妖魔鬼怪，而且伫宫庙的庙埕头前展览。甲毒品转变成妖魔鬼怪的图样，让大家了解毒品对健康的危害。佮透过香港真出名的拍小人游戏，增加民众对毒品害人的印象。这个特别的展览是在新竹台北的五福宫头前的庙埕，把毒品妖魔鬼怪化相当特别，而且也相当贴近民众。我们诵经念佛也是要驱魔，就是让这个妖魔鬼怪远离我们啊！我们去认识毒品，像这个毒品把毒品当作是妖魔鬼怪，让它远离我们。新竹县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参自然科学博物馆合作，以妖魔鬼怪做主题，用网界方式，希望让少年家会当了解毒品是千万唔通吸。针对不同宫庙有不同的主题，然后来做反毒的推广的活动，就是把毒品变成是那个各种不同的鬼，然后来介绍这个鬼对人的危害，那你如何来那个避免它？那另外我们也结合宗教信仰，比如说那个用那个十殿阎王，用这个地狱的概念来劝大家，就是不要去那个贩毒或制毒。现场阁展出18层地狱以及阎罗王的图，甲大家讲毒品恐怖的所在，宫庙结合贩毒，希望予民众知影，远离毒品才会保平安。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泰国。泰国在5月14日的时要举行大选，维泰党的总理候选人贝东丹两礼拜前才拄生囝，即马是赶紧阁继续伫拼选战。虽讲伊有赢面，但阁敢有法度选赢，也是真歹安算。伫咧网络顶放拄只这是囡仔相片，37岁维泰党候选人贝东丹选前两礼拜生第二胎，阿公阿婆两个人拢真欢喜。
被动单是这么为台东三位总理候选人内面上机会选调的连选，跟前进党候选人皮塔在里面调拢是排前两名。严格为台东为何王室的立场，和合运派连署批评，因国家支持前进党指定会修改侮辱王室法，这点也是两个党新人会当选调的关键点之一。ให้เกิดก้าวเปลี่ยนครับพี่น้องก้าวเปลี่ยนอันนี้เป็นก้าวเปลี่ยนแบบ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ที่ไม่เคยเกิดขึ้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มาก่อน被动党的老爸甲阿哥分别是前总统戴克兴甲尹拉，两个人拢和亲军方的势力挂落台，到即马阁流亡海外。反对联署就担心，那被动党当选，戴克兴有可能会返来泰国，进一步造成政局的混乱。不过被动党阁了变强调，伊参选甲戴克兴是毋是返来泰国无关系，也无甲军方做任何协议。您话干了，他们各台，他们各台，那好，没事，我多一点。泰国这边选举大约有5200万合格选民，将会对63位候选人内面选出新总理，并且改选众议院500个席次，其中400席是公民直选，另外100席依照政党得票的比例来分配。虽然这种选举制度对大党有利，不过参加选举的政党真多，干那一个政党要摕到过半数的席次有困难。另外，无论是谁人摕到总理的上多票数，也无一定会当得到国会的支持。根据泰国2017年颁布的宪法，250席参议员拢由军政府委任，总理才经过两院总共376位议员同意，才会当上任。公司新闻牛干编译。即马全世界人口拢在面对高龄化，即马伊影响医疗量能。亲像伫德国，德国就按算伫2050年，医生护士会大欠工，而且会欠到67万人之多。所以有业者即马正在研发医疗的机甲机器人，要拼2030年的时推出，来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Das ist für mich eigentlich ein Traum, wenn ich sehe, dass ich praktisch eine Medizin, Diagnostik und bedingt auch Therapie aus der Ferne machen kann. Also ich kann mit dem Patienten reden, ich kann ihn sehen, er kann mich sehen, ich kann mit ihm, wir können miteinander kommunizieren.今年是慕尼黑科技大厦机器人智慧机械实验室研发的老年科技产品，用来辅助医生除了基本的问诊，也可能做更加医学影像检查。We are using the phones as a device that we integrated completely. You can see that in the metros, in the bus. So we want to use our technology exactly the same fashion.全球人口高龄化直接冲击医疗量能，按算到2050年之前，医护会欠67万人。为保障人力，老年智慧科技的机器人正做其中的选项。研究人员在甲时间比赛，要拼2030年，让辅助医疗机器人正式上线，正做跨境的常规的配备。What we are doing, the first step is to ask the stakeholders, which is the caregivers, the doctors.What can make sense for them, because we are not planning to replace the human. We are try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our stakeholders, namely the doctors and the caregivers.今年沿用伫个居家甲机构照护，引导三工自主生活，独居老大人甲照护员。研发团队表示，智慧机器科技的发展是真有前途，就亲像即马每一个人拢会手机啊，未来机器人也希望伫个专业甲生活领域正普遍。公司新闻张淑芬朋友。印尼为着要保护红毛猩猩，有做真侪拍拼。因为着要好猩猩会通伫有当地，会当伫野外生活，因即马嘛要打造一座猩猩之岛，会提供食食和医疗，是希望伫2035年的时，全印尼的红毛猩猩都会当自由地户外生活。伫个森林保护区内面，红毛猩猩会摸伫树仔顶，会行出森林，挖伫个河边，但保护区的员工提食物件给因吃。印尼的波斯婆罗洲红毛猩猩生存基金会在东婆罗洲设立红毛猩猩救援和恢复中心，专门收容被救出来红毛猩猩，有的是对马戏团内面被救出来，有一些是被当作动物不懂饲养，由森林大火活下来的动物，也有是被毒蜡造成肢体残障的猩猩，希望透过治疗让他们回去野外，但有一些是无法回去。
Orang utan tersebut cacat secara fisik. Yang kedua, dia mempunyai perilaku yang tidak bisa untuk diliarkan kembali. Yang ketiga adalah penyakit, bermacam macam penyakit, terutama yang menular, yang kita tidak harapkan bisa menularkan orang utan liar lainnya andai kata dilepas liarkan di hutannya. 兽医讲，未决定猩猩是毋是当登去野外生活，就要经过正严格评估。对关无法度野放的猩猩，基金会希望会当让因生活了更加自由正常，所以决定到2035年之前建造一个猩猩之岛，保存印尼的红毛猩猩，未阁关伫笼仔内。Kita mencoba animal welfare dioptimalkan, kita mencoba meminimalisir keberadaan orang utan di dalam kandang. Oleh karena itu, kita membangun atau sudah ada beberapa pulau-pulau, terutama bagi orang utan yang liar atau orang utan yang akan dilepas liarkan, sehingga 基金会伫咧20几年前就已经买一块土地，开发成这猩猩之岛，并且甲印尼的环境甲林业部门、当地社区一个国际组织合作。在要甲1800公顷的土地上种树花，即马已经变作规片的森林，有几落十只猩猩生活伫咧岛上。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2度，上高34度。再来伫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1度，上高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高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高30度。外岛18度至29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